看啊，我等多几个进来先呢。OK。所以哈，现在啊，我们要看的东西是这样 ，OK？ 第四个啊，所以第一个是反射，light reflection， OK？ 嗯，班多兰查哈呀。第二个折射 ，pembiasan 查哈呀 ，light refraction， 很像的第一和第二个哈。第三个。光色散开，就是白光变成了红橙黄绿蓝靛紫，它把它散开来，摊开来哈、哦，七个颜色，那个是 light dispersion， 朋友啦干查哈呀，哎，讲错了，那叫什么了？马来文，这个啊，朋友巴人对。Light dispersion 啊 ，penyebaran cahaya，OK， 散开啊，它基本上是被散开了。现在我们看第四个，散射，什么是散射啊 ？OK， 所以基本上呢，为什么白天是蓝色的天空，而傍晚或者是早上啊，天空是红色的哈、哦？为什么呢？就跟这个有关了。散射有关 ，OK？ 啊，为什么会有散射啊？来，我们要看一个图片，看一下这个，在大白天的时候，中午啊，尤其是啊 ，OK？ 嗯，其实这个 ，OK， 这个图也不错了哈。但是我做一个比较先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开一个白色的东西做比较先。还是开一个白色的平面给你看 ，OK。开不到笔。我们的地球 ，OK， 这个啊，然后，OK， 阿宝，不要写这边，写下面，不要挡到。所以这个是阿宝啊 ，OK， 来大家注意看啊。首先，我们的地球表面是不是有空气，对吗？空气要用什么来画呢？哈，用浅点的 color 啦。我们的地球表面是有空气的，对不对？嗯 ，OK，OK，、okay, okay, 我不要用这个颜色，我要用黑色。有大气层，哇，这什么来的？哦，你在找那个什么？它的华语啊，啊，穿越大气层比较厚，对对对，是这个来的，你找的 ，OK， 大家看啊，所以呢，看啊，这是我们大气层 ，OK， 大气层基本上是这样的，啊，圆圆的啦，跟这地球的
讲 OK。现在大家注意啊，如果呢是在白天中午啊，太阳在我们的头顶，对不对？换那个深一点的，太阳在这边啊，这个是中午的太阳，其实是不是叫中午了哈？傍晚的太阳哦，是在旁边的，对不对呀？对吗？因为它要下山了嘛，对不对？傍晚的太阳是在我们的旁边 ，OK？ 所以这个是傍晚，或者是早晨啊，傍晚啊，下山的时候啊 ，OK？ 现在呢，大家注意，所有的光线啊，我们会用它的头跟尾来代替。光线是不是有黄？不，红、橙、黄、绿、蓝、靛、紫，对不对？第一条线是红，最后一条线是紫色。我们肉眼看到的呢是紫蓝色来的 ，OK？ 也就是讲它这样啊，我们主要看到的两道光线是这样的，从头到尾啦，中间我们不用画了 ，OK？ 看啊，说好又被它是有红跟蓝啊的颜色带进来，它是一起的，它不是这样分开来两条线，不是啊，只是我画两个颜色给你看吧，它是一起的、啊、，OK？ 来。如果是中午来，它从我们头上直来，对不对 ？OK， 大家要记得一个点啊。对，先看这个先啊。请问，降到你的头，还有一个是降到你的头，你看到吗？哪一个比较近，哪一个比较远？啊，不用问了啦，这个哈、啊。哎，大家在吗？要放学了的，你注意听啊。OK 啊，在哦，大家能够专心吗？多13分钟，给自己一个promise。Yes， 可以13分钟。启荣 ，OK 啊？哪一个比较近，哪一个比较远，就不用讲啊，废话的。你看到我画的黑色哦 ，OK， 这个比较靠近我们，这个比较远离我们，对不对啊 ？OK， 大家要注意一个重点啊，你可以看回你的课本，在哪里啊？啊 ，Cahaya biru diserap paling banyak ke semua arah。Sera 就是这个字来的咯、啊、这个 Penyeragan Cahaya 的原字就是它被散布开来很散到很远散很多的意思它会被弹开来啊 OK 蓝、OK Blue light is scattered the most in all direction 蓝色呢它会被弹掉我们现在在讲散射对不对蓝色、哦、它会这样啊它进到大气层大气层有很多的粒子，我现在要画了啊。这个大气层里面的空气啊 ，OK， 是这样的。空气是不是这样啊？粒子来的哈、啊？用回黑色，空气啊，对吗？空气有很多粒子的，对不对啊？还有灰尘呢。如果灰尘比较多，全部人听啊。如果呢有森林大火或者是火山爆发。傍晚的红会特别红的，因为这个的关系，我继续讲先 ，OK？ 因为如果灰尘多，更够力，这个散射啊，这个叫 light scattering， 哦 ，penyeragan cahaya 会更够力的。如果粒子多的话 ，penyeragan cahaya， 所以还是看空气中粒子。你看啊，从头到我们，如果是中午的太阳了，到我们的头，哎，它要穿越一点点吧，对不对？所以它的蓝光被散射的时候是蓝光被散射比较多永远都是蓝光被散射比较多啊 OK 这个蓝光被散开来诶准准散在我们的头顶你知道吗所以中午我们看到的天空就是被散开来了的蓝色你看我的背景全部蓝蓝的因为这个蓝色就在我们的头顶上被散开来你就看到很多蓝色了明白吗看啊 它散开的意思就是哦那个光线啊撞到那些粒子被弹掉撞到粒子被弹掉但是很多很多很多它就这样乱乱弹哦结果你看到哇整个天空都是蓝色的 OK 换一个情况现在傍晚的太阳怎么样啊大家看一下傍晚怎么样在光线进来的当儿蓝色一直被弹开对吗弹开弹到没有了啊可是红色哦没有被弹开那么多它还有进来一点点所以现在我们的眼睛看到什么颜色在吗大家
蓝色哦，在远远呢、啊、就已经这样弹开，弹开蓝色了啊，被弹到很弹没有了路，到我们的眼睛的时候就剩下了红色，就是因为傍晚哦，它经过太厚的大气层了，所以它被弹完了那个蓝色，因为蓝色很容易被弹开、被散开啊。OK， 然后呢，中午啊。它也是有被弹开，不过就弹在我们的头顶，所以我们中午就看到全部都是蓝色的咯。这就是为什么中午是蓝色的天空，傍晚或者是一大的、就是太阳升起的时候，早晨是红色的天空，就是讲这个就是光的散射。 OK OK， 雪月啊，我不懂耶，这个也是跟、这个光线的散射有关的。我是这样觉得，你问到应该是很对的。它叫什么啊？雪月啊，就是红色的月亮啊。哇，这个我也是不懂，可以找一下看。雪月是真的是看到红色的啊，所以红色不会被弹开吗？会一点，但是不比蓝色多，就是这样。所以 有的人、哦、他读了啊，他误会了啊，他讲哦，蓝天是哎白天不下午就蓝色被弹，傍晚就红色被弹，不是啊。下午也好，傍晚也好，都是蓝色被弹开的，你看到吗？哎，我要画这个，都是蓝色被弹开。OK， 啊，那个雪月，等一下我看啊，知道吗，大家啊？红色呢，它就会因为红色走到太快了，那些粒子挡不到它，红色就会直直到我们的眼睛哦。傍晚的时候啊，其实啊，每一个光线啊，哈，之前我们上一个第三个东西也是这样，这个叫什么了啊？光色散开也是这样，红、橙、黄、绿、蓝、靛、紫，为什么哦？它会被这样散开来呢？跟它们的速度有关，每一个颜色的速度都不一样的哈。刚才我讲了，不过可能你没有听到啦哈。如果你没有听到的话，你现在在猜，请问红、橙、黄、绿、蓝、靛、紫啊？当然红跟紫嘞，一个是最快一个是最慢的啦，谁最快，红还是紫？怎么我黑屏啊，是没、我你们有看到我的荧幕有东西的吗？还是我没有在 share 还是什么？有哦有哦，黑屏怎么办？还有几分钟你看一下怎么办啊，如果不能的话你过后再看回，我现在没有在画什么啦，其实哦。你看课本、然后你听我讲一下，我暂时没有在画东西了。 OK， 所、so、以你看啊，猜，如果你刚才没有听清楚的话也是好，你现在猜红色快还是紫色快？哦，该说了啊，可以了。 OK， 大家你远远看到的颜色就是代表它快，其实对了，你远远就会看到的颜色啊，是因为它真的是快，你知道吗？光线有速度的，综合在一起就是白光的速度，但是如果散开来的话、哦、光线是有速度的，红色确实是最快的、啊、是不是远远就看到红色先、哦啊、如果你要去、你怕不见掉的地方、啊哦、你怕、找不到你的地方，还是你去森林还是怎样、哦、你想要啊，如果真的是失踪掉有人找到你，你就穿亮眼的颜色，多数就是红啊橙啊这种，对不对？因为他们的速度快，说、so,速度快啊，然后呢它也不容易被散开。 OK， 速度慢的就是蓝啊紫啊，很容易被散开，所以就被弹掉弹掉弹掉了咯啊，就是这样吧。 OK 啊 OK， 所以呢这个要怎么写啊，其实它是这样的，你可以讲这个其实整句哦，可以的话你真是要背去记怎样写的啊，因为它会叫我们解释的。所以你讲等啊哈利的时候 at noon 或者是在 afternoon 啊 in the afternoon 啊，Cahaya biru diserap paling banyak， 它会被散开最多，去所有方向，ke semua arah。 The blue light are scattered more， 然后 in all direction 啊，谁把它散开啊？空气中的小小粒子 molecule udara yang halus， tiny air molecules， 他们会把它们散开，就这样咯。因此呢，你就直接跳了，因此下午的天空是蓝色的。另一边啊，在傍晚呢，升价大厦那个阳光呢，它是从旁边来的 ，Bersinar secara menyeluruh， 就是 horizontally， 就讲从旁边到我们的眼睛，它要经过很多的大气层的空气。OK， 最少被散开的颜色就是红跟橙啦，最少被散开啊，
它就可以经过这个大气层啊，然后呢，一直被散开的，就是蓝色一直被散开就不见掉了咯。所以呢，我们你看啊，那个 blue light 啊 ，being dispersed the most will fade from origin 啊 ，OK， 就是 will fade， 它就会没有掉了咯。所以我们就看到傍晚的天空是红色的，就是这样 ，OK。所以今天有四个字啊，反射、折射、光色散开，还有散射，把这四个字的 spelling 诶加按记起来先 ，OK。这一课是有一点点长的、啊，我们下一堂课再来做它的练习哦。嗯，等一下、啊、我看一下 ，OK。课本的话在这边，你可以的话把这一句这一个段落记起来啊。你的239面马来文跟英文都一样啊。他会教我们解释的 ，OK， 这两个傍晚的会比较长一点，他已经简短到蛮短了239跟240面啊 ，OK， 啊，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了咯，哇哦，这个我们下一堂课看那个光线哦，中间是白色啊，那个这个哈、啊、跟灯笼子有关，大家你知道灯笼子吗？灯笼子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啊、其实我看一下。它叫 filter paper 了，传统，哎，不是，传统灯笼，我先开着给你看看啊，不是这个，是这种，来大家，下一堂课呢，我们会，用到跟这个纸有关系的东西，这个啦，这个纸，你知道哦，这种传统灯笼的这个纸啊，大家有谁没有玩过的吗？哇，有狗了，有什么鱼的，有谁没有玩过吗？给我讲一声啊，有谁没有看过吗？应该有吧，哦，有哦，宜萱，有玩过这种灯笼吗？宜萱，他等下呢讲的这一个filter paper 过滤纸啊，它是过滤光线的纸，好久没玩了哦，我也是，这种灯笼真是很难看到了的，其实，可是其实这种也是蛮好玩的，就是你真正在点蜡烛了，不是那种那个电子有音乐的啊，家里还有啊，哦 ，OK， 我要好好保存这个，我看以后找不到了啊。所以这种啊，是其实呢，它是光线过滤纸来的，你知道吗？好像红色的纸哦，它是过滤了其他的颜色，它只让红色过，它把青色、蓝色全部过滤掉了，过不到，只有红色可以过。所以你看到的时候，那个蜡烛的光已经变成红色了，这样咯啊。所以下一堂课呢的这一个啊，我们会讲到关于光纤纸这个灯笼纸 ，OK， 所以今天我们到这里先，大家 OK， 下个星期见啦，拜拜 ，everybody， 晚安。哦，我看看那个什么学月通俗点说，就是天空出现红色的月亮。红色月亮一般发生在全食的时候，什么哦，浓厚的大气层把紫蓝月都吸收掉了，诶，一样的嘞，他讲的东西是这个来的嘞，他其实不是吸收啦，是大气层把那些颜色啊全部都散开了，所以剩下红色的光可以穿透过来。是咯，拜 ，OK。